明天会更好。算拉斯多吗？我一定要会唱哦。明天会更好。轻轻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是不是？我大笑成鼻子，差不多嘛。那个时候就两个团体嘛，是快乐天堂，都是那个送爱心到那个救灾的嘛。你再唱一遍。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。可以吗？我是没有 key 的人。真是没有 key。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出现你的眼睛，带来远处的世界，是否孤独的转个不停，是否孤独的转个不停，四五个人呢，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。就你们六个人而已。对啊，再找一条，大家不录了，不录，我点不录。阿班的摇摇的魔音，月亮不管的呢。现在开始台语啊。来，谁会唱《雪中红》？
谢，无听了。什么？